北京大学音像出版社出版。博雅汉语初级起步篇一，李晓琪主编，任雪梅、徐晶宁编著。第27课，爸爸妈妈让我回家。快放假了，你有什么打算？我打算去旅行，来中国快半年了，我一直待在北京，想去别的地方看看。你打算去哪儿旅行？还没决定，我的朋友想去哈尔滨。哈尔滨，那个地方冬天非常冷。不过听说哈尔滨冬天的风景美极了，我想去看看。你假期怎么过？我打算在学校复习功课。复习功课？你那么用功啊？快要毕业了，我想考研究生，所以得抓紧时间复习复习。是吗？你打算考哪个方面的研究生？我对中国古代历史很感兴趣，想考张大鹏教授的。真棒，你一定能考上。那你春节不回家了？大概要回家几天，爸爸妈妈也让我回家，我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呢。回家看看也是应该的，你爸妈一定很想念你。是啊，我得安排时间回家一趟。词语表：计划、呆、地方、风景、美、极了、复习、功课、毕业、抓紧、方面、古代、历史、感兴趣、教授、一定、考上、考、春节、让、问题、应该、想念、烫。专有名词：哈尔滨、张大鹏。课堂练习一，语音练习。朗读下列古诗：一，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。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二，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。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